欢迎你们，很高兴你们站在这里，准备接受严格的训练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高胜寒，高处不胜寒的高胜寒，代号飞狼，是本次霹雳火特战集训的总教官。你们一共有121人参加本次集训，但这其中只有20人可以胜出，成为未来。 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的精英战士，在成为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精英战士之前，首先要成为一名中国陆军的合格的突击队员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突击队员吗？你曾经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在缺氧极寒的万米高空负重65公斤，从机舱一跃而出自由坠体，在距离地面 150米，甚至更低的地方才能打开伞吗？在突击队员的日常训练当中，第一阶段就要有5次，而且其中一次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洞进行。这5次，我们全部要求全副武装携带实弹，包括你身上的手雷，都是真的。你曾经想过自己在24小时之内负重50公斤，长度80、90公里，持久有20公里，是极限山地攀登吗？ 那里根本没有路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，连狼都爬不上去。你曾经想过自己可以熟练的操控22种枪支和火炮，可以熟练的驾驶坦克和装甲车吗？你曾经想过自己在冰冷极寒的深海，在5000年静默当中，穿过密布水雷和反万人海豚的水下封锁，去完成九死一生。 炸毁敌人航母的任务吗？同志们，我想让你们好好想一想。不要说是实战，就算是在日常训练当中，如果你不能按照规定时间离开，爆炸的水下冲击波会把你的五脏六腑都震裂，你会像一个破损的皮球一样浮出水面。我刚才说的 都只是一名突击队员的日常训练，赤手空拳，格杀持枪敌人，来无影去无踪，穿过敌人防线，千米之外举敌求手技，这就是突击队员的日常生活。我们要求突击队员进入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，戈壁雪原，在很多森林里面，万年阳光都照不进去，就连是Rambo 想起来都会心惊胆战的险境，那就是突击队员的家，在那里有随时取人性命的毒蛇和猛兽，就是突击队员的盘中餐。而你要作为一名突击队员，必须要吃掉它，否则它就要吃掉你。在很多特殊的关键时刻，一名突击队员就可以扭转整个战局，甚至挽救国家的命运。 中国陆军的突击队员是真正万里挑一的勇士。平均，在10000个申请报名者当中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、有能力来到我这儿，接受最基础的训练，而这不是结束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然后得经过军队多年的培养，才能成为一名中国陆军合格的突击队员。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 拥有着特殊的职责和使命，不光是要突击，还是要救援。当战争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的直升机、运输机、轰炸机、战斗机，在敌后被击落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出动，带给我们幸存的飞行员回家的希望。当地震、洪水等自然灾害在我们的城市乡村肆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出动， 去履行我们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使命。当我们同胞因为战争或者暴乱被搁置在海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出动，保卫我们同胞的生命安全。无论地面有什么危险，是枪林弹雨，还是山崩地裂，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毫不犹豫、义无反顾地会跳下去，保护我们的同胞安全回家。 我不管你们是谁，你们到这里有什么样的目的？
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未来？我只关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说的上述情况在将来某一天发生的时候，如果让我感觉到你无法帮助他们遇难者，我会让你马上离开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好，记住我说的话。在霹雳火，他人的生命高于我们自己的生命。同志们，不用我再多说了，你们就该知道这有多危险。怕了吗？我怕。不怕就大点声。不怕。霹雳火空降救援突击队作为一支有着特殊作用的特种部队，对人才的选拔有着特殊的要求。我们要求我们的队员不只是突击队员，还是战地医生、搜救专家、工程维护专家、信息处理专家等等。总之一句话概括，霹雳火是战场上的尖兵，霹雳火是生命的保护神，霹雳火是第一种从天而降的天使。你们听懂了，现在回答我，准备好了吗？是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嗓子都喊哑了。现在，你们这些人当中，有没有人想跟我说点什么？我是说，你们有没有人后悔了？有没有人胆怯了？有没有人犹豫了？听到我说完，觉得想退出、想回原单位的有没有？好，说，这里没有人犹豫，我们时刻准备着接受最严酷的考验。你们，你是谁？你能代表所有人吗？不，说，不能，我只代表我自己。我来到这儿，就是要做最好的。夏氏，请问你笑什么？我什么？我，报告。说，他没笑。报告。说，他笑了，那是因为他乐观，他不是坏人。又来一个多嘴的。我请问你，你是他代言人吗？还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？报告，说，那不是虫子。你们觉得很可笑是吗？一个无缘无故的笑，一个多嘴多舌，这样的结果只有一个，会连累你们全体所有人受罚。我宣布。俯卧撑准备，我不想重复命令。俯卧撑100个，开始。我告诉你们，团队协作是你们要上的第一堂课，也是在这里贯彻始终的一堂课。如果你们不接受或者受不了，现在就可以退出。